是第一个发现死者的人，你回去宿舍说什么？我只是回去拿东西，我不知道怎么这件事会发生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一回到去的时候，事情就这样了。我也不知道他几时断气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真的是唯一一个最好的朋友。喂，999吗？这里有人死了，你们快点过来，快点！吴嘉伟，我问你，3点到5点女人在哪里？我跟我朋友在一起啊。确定吗？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你不是跟你朋友在一起哦。你要说吗？我再问你一次，3点到5点女人在哪里？我劝你最好说出来。3点到5点，有人看到你出没在储物楼下，你去那里做什么？哦，我找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中学同学。名字？张志强。张志强。对。他是你的谁？朋友啊，都说了刚刚。中学朋友吗？中学同学，对。好，名字留给我，嗯、我会好好研究他的，我就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。好的，我是梁老师，会全力配合你们警方的。张志强。